你孙，走啦走啦，小玉，好痛，小玉总统要残废了，要残废了，哎，孙好痛啊！平手嘛，所以我们要到一个进阶，打完错，大家以为就平手，我们就赢了，因为我们秒数比较短，以为赢了，真的不是这么一回事，白忙一场，还是要晒太阳呢哈。那既然这样的话，我们第二进阶赛的话是一个瑜伽球，然后各队派一个人坐在上面，手脚都要离地，不能碰，哎，手脚都要离地，然后离地看谁可以撑最久的话，就那个，好。没问题，那你们这队要派谁？我们派出洛奇，因为他说他很厉害，加上如果他是坏人，他就会很厉害。好，所以测试一下。是这样子，我只想要玩而已。那先玩一下，那就拿眼睛好了。但是也好凉，因为上次林湘也这么说。哎，我只想玩。那既然这样，你想玩？没有没有，我刚刚只是说我上次这样说。那你们有人想玩吗？不想玩。不想玩，我觉得你们两个其中一个哎，为什么他核心不是很强？没有，我会想玩，但是我怕我自己强不强，所以我不敢扛，我真的不敢扛，我扛。所以我们是要赢还是不赢？要赢，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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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赢。我在想，假如我们都是好人，只有洛奇一个人是坏人，那他赢的话，我们就会变强。对啊，如果我们表他只有一个人，他可能就会变强。没有，我只是一直状况坏，你不厌他吗？我不厌他，是你不厌他，你刚刚说不厌，不要厌他就好了。好，我们赢，我们赢，我们有，我们因为我们这队是感觉大家都说狼的队伍，都要赢啦，都要选四个，都要赢的。那若琪先，若琪先，好，若你现在迟疑，若琪怎样？若琪一定要赢，一定要赢，一定要赢，怀疑你哦，一定要赢，怎样都会被怀疑，要赢哦，感觉这样吧。啊，这有点难。好啊，等一下计时，你脚在离地。哎，你那个会不会影响你啊？那个这个要不要拿起来？哪一个？这个翅膀会不会影响你？会啊。你好了，你就说好了，他就计时。先看一下他。你好，稳妥妥。我帮你把拖鞋踢走。OK 吗？你好了吗？我觉得高了。可以啊，那计时开始。可是宪哥很强，宪哥不高。宪哥很强。他脚很长，有点危险。小心脚，小心脚。他一直在这样下，他一直在这样，对，很强哎。哎呦，太对了！好厉害，他的脚仿佛上面有做，没有，他有这样子去调那个调平衡，好厉害啊！你的衣服走开，他好厉害耶！人气果然不一样，不要撒娇啦！没有没有没有，人气的平衡很好哎，我想去帮他撩，好强哦！可是我怕影响，强哎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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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你找到那个平衡了，好狂哦，好狂啊！